翅飞翔在最高的天空，我不要在这地方慢慢的腐朽，带我到城堡外面看高山石榴，如果可能的话再去环游地球。好啦，就这样决定了，说走就走，拜托了，和我去冒险吧，看世界有多大，不管未来会有什么关系，这次宣言所选的歌曲是《皇家文章》，因为这首歌描述了对外面精彩世界的向往，其实和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很像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所以想把这首歌带给你们。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王飞言，2022为爱而冲，期待在这里与你分享绝无仅有的感动。展翅飞翔在最高的天空，我不要在这地方慢慢的腐朽，带我到城堡外面看高山石榴，如果可能的话再去环游地球。好啦，就这样决定了，说走就走，拜托了，和我去冒险吧，看世界有多大，不管未来会有什么关卡，自由翱翔的模样，我想它就是这样吧，没什么能够将我们的倔强脚步阻挡，走吧，带我去冒险吧，读上皇家文章，精彩不该是句漂亮的话，朝着向往的远方，不在乎路有多漫长，我知道你我的心一样滚
大家好，我是 SH14 Team X 的王飞言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屏幕前观看了我的青春宣言展示作品。然后呢，那也很希望这个作品可以获得闪闪发光的梦想人气奖。但是呢，其实这次是我参加青春宣言的第六次了，然后也是我出道五年半来再次跟大家见面。这几年其实积累下来，我觉得感觉最深刻的就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都很不容易，所以说也希望可以在今年有更多的人被大家发现，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努力也值得被纪念。另外就是希望说呢，每一个人可以保持对这里面一些女孩子们的善良，因为其实在这里面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其实很孤单，然后也很不安，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。所以既然已经这么不容易了，也希望大家既然遇到了就好好的去珍爱他们，也尊重他们的梦想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带一些善意来对待他们。所以呢，也希望可以更好的跟大家见面。就是这样了，谢谢大家。